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么？其实这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。你要记住，你所讲的说话咧系句句定准的，唔系我只系讲咗一句啫嘛，系咩？或者我只系讲咗几年啫嘛？呢啲说话，你讲咗一句都唔得噶，你知唔知道啊？呢、这个就系嚟到神嘅至圣所面前呢种级数嘅同在。我哋要自律，因为事实上系用呢种自律将呢种同在带嚟呢个世代嘛。我亲自做呢样嘢嘅，我亲自去经历呢次神迹嘅，我知道我讲紧乜嘢，系咪？但问题我会喺我自己嘅信仰信息当中不断去教弟兄姊妹，你一定要收口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系话咧，好多你系真系唔明唔知嘅，但系问题你知道只要有神带领就够啦，已经系够晒噶啦。因为呢神可能迟一年，神可能迟二十年先话俾你听真正嘅目的㗎。但係呢喺嗰二十年当中嘅忍耐同埋等候呢就成为你累积嘅奖赏。那个奖赏好大㗎，但係你付嘅代价都唔细㗎。就如我所讲啦，你开头以为哇讲緊今年九月十一，九月十一嗰个等到十一，諗住喺九月十一之前已经动用好多信心㗎，但係其实神呢是希望给更大的奖赏你呢，其实你是可能过了911之后十年二十年才知道的。就好像现在我们教会当中，打从我们开始石安新歌的第一只，打从我们现在开始这间教会，每一年我过去加拿大的按手礼每一日都是神带领的。但是很有趣，自从天马座行动之后呢，每个礼拜神都有很多很多无数这些的印证，而这些印证和之前是很不同的，不单止印证我们是正确，并且还要印证呢，每一个印证呢，大量印证呢都是特别针对呢一日都不会偏差的那种印证。你看到主日呢，没错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一日都不会偏差，但你不觉得我们每个主日再讲新的印证呢，我们根本不能够不用一日都不会偏差这种讲法吗？因为就算连每一个主日新的印证都是全部 match 回一日都不会偏差的方式，那种的数字那种的 number 去印证我们的嘛，是咪？就好似我所讲派石安剑嗰日都系，系冇可能有一日偏差。但你要记住，我哋净系会礼拜日主日聚会啫嘛。如果嗰日唔系主日聚会，都冇得讲噶，系咪？即系嗰个号数今日星期六，或者嗰个号数系星期一，我哋都唔喺嗰度主日聚会，我哋仍然喺嗰度派。我哋唔系因为呢个日子而派，而系真系当时我同所有工作人员倾到啊，可唔可以够啊？呢度搭齐啊，嗰度同一啲大户吓让翻啦。有啲人订剩17条，有啲人订10条，同我哋让啦，让少少咁，等我哋可以。这个主日一起送，因为很有感动，真的要快点给到他们，跟着呢等他们早点可以听到这个石安剑。他们工作人员全部都知道我讲什么，我就是真的这样跟他分享的嘛。然后真的凑齐，跟着红饼就跟我说，哎等讲得切可以又来得切啊，这个礼拜六的先全部叫做肯定齐晒，那好啦，听日啦，听日送啦。那送的时候才顶才会发现到这个这么微妙，而绝对不是巧合，绝对是配合的一个印证。但是全部都一日都没偏差过，是咪？我就是讲紧呢一啲嘛。而家弟兄姊妹，你就是经历紧石安呢样嘢，但一样，我而家咁同大家分享呢个嘅自传咧，去到呢一度亦俾你知道，唔系话等于呢种用信心嘅机会冇有，但已经越嚟越少。所以嚟紧日子当中咧，记住你把口要收啊！我记得咧，听翻我都好心痛，真系。上去大旅行，翻到嚟咧，竟然系我哋当中一啲嘅叫做负责人啊，竟然讲得出口，啊咪又冇事，又话走难咪冇事，系咪？好在我冇上去啫，咁样，咁都讲得出嘅。咁我当时心谂啦吓，就系、是、哇呢次大旅行，当然我哋知道系神带领，但系如果第二日咧真系知道咧系超级带领嘅话咧，呢、这个领袖都基本上咧。他上天堂都危危乎，不要讲奖赏，已经不要讲任何奖赏，这个人有生之年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说话， OK， 就是因为讲这句说话就是这么严的信仰。如果不是，为什么我们有的东西不是全世界每一间教会都有的？为什么？是不是就是这么严？他们这些人有幸啊，回石安把口都衰到这样的，可以这样的， OK， 所以变了即系呢啲领袖，当然啦，或者佢翻嚟教会好多年，咁即系听得又话讲咁多，就算佢根本完全都唔识嘅，佢都起码背得翻几句出嚟。咁于是乎，神咪可以废物利用呢啲咁嘅领袖，系咪？但系当然啦，好些呢啲都一个个咁走咗啦，因为呢啲啊大旅行啊，一次唔系就完咯。原来神仲有好多次，而更加咁多次当中都一日就冇偏差底下咧，咁就更加证明佢嘅
神嘅绝对伟大，系咪？就好似我哋啱啱讲嘅2014年5月5日嗰篇录制，都讲到明系两年前录噶啦，已经系两年前录啊！经过咁多波折底下选定咗，吓、啊，即系5月8日去播放出嚟嘅时候，竟然系咁样印证，系咪？神特登系用咁多呢啲嘅波折，俾你知道咧，我哋呢啲带领咧系前无古人嘅，到个阶段咧，你未听过。你直情系未听过咁多印证，系咪？喺圣经里面，就算印证一个人啊，印证一件事，都唔会用咁多噶嘛，系咪？但系锡安点解咁呢？因为呢个就系神眼中嘅同人，神眼中心里边佢最 look for、最期待见到佢发生嘅事件，终于就喺你眼前发生。其实每一个能够有机会见到啊锡安嘅存在，同埋一路行到今日，已经系你嘅荣幸嚟噶啦。明唔明啊？如果你有机会参与咧，简直系一个重幸。但系喺当中都有人有本事跌倒咧，嗰啲我可以称为废物，因为又唔系佢哋创办嘅，又唔系佢做出嚟嘅，已经做到咁美好啦。佢哋都有本事喺里边咧，因为佢哋嘅自私啦、私欲啦、信仰嘅二世祖啦，佢都有本事喺度发怨言啦、讲亵慢嘅说话啦、跌倒啦，仲要衰在有啲咧系跌倒咗咧，或者系讲咗亵慢说话咧。是大家侧侧膊当不知道，他不出来悔改，他不会跟翻个领袖讲悔改，而那些不悔改的那些就更加不用想添啦。正如我所讲啦，啊呢、这个人佢咁讲，佢奖赏都冇啦。但系问题那些不悔改的话，连救恩都冇。你话几傻啊？真系几傻。因为点解个理由好简单啦，因为他有自己一套嘛。他仍然都是不信锡安打从开始讲的关于真理系冇夸张，话俾佢听你咁样会落地狱，他不信。话俾佢听，你咁样做，你冇奖赏。佢唔信，佢有自己嘅一套做法，因为佢觉得佢自己系领袖，佢觉得佢翻到石岸，佢觉得佢自己好威，佢觉得系又话识嘅嘢，佢都识啊咁。但系人哋讲咗佢先识，而唔系话佢一早自己查到出嚟。但系人嘅骄傲咧，可以盲目到咁样嘅阶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唔好学呢啲已经跌倒嘅人，唔好学呢啲已经失去咗一生所有奖赏，系因为佢一句亵慢说话而失去嘅人，唔好学呢啲，学翻喺你面前嘅人话。我成为你的榜样，我将这些跟大家去分享的话，你未必做得那么好，但是尽量做。永远记住日华生命里面是很简单的，我做神设立我是成为你的牧师，就是成为你的榜样，带领你去行这条路。因为第二我们这间教会就成为全世界的榜样，是不是？所以变成我想你知道，记住一定信得快，一定要悔改得快，而跟着记住一定要饶恕得快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一节，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么？其实这不是神，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益的神。却然要倾赤心为主倾尽我心，数岁我只求恩，未怕到远路暗，我心期望尽所能见证奇妙好恩，立志高举主天国，传扬十架恩，全情尽我力爱神，为主国度献身心，全情实践上帝旨意，倾尽爱照婚姻，全活在世尽我能，按真理要显我主风云，忠心竭力宣扬，全扬上帝荣耀救恩心真等。